我站在第一个，然后姐姐先跳一组动作，然后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就跟着跳，不要出错就可以了。如果错了的话呢，你就是拿着这个票就下台了。那你觉得你要跳对呢，还是要跳错呢？跳对。聪明。那现在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，好不好？ 是这样的，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梦，他们其实主要是为了他们在开玩笑，他们其实主要是为了想让你是真的没听懂拥抱一下，真的没听懂啊，就给我们一点时间来围圈圈。